果停这边被撞到。我当时靠列车。我跟你讲，你年十一岁，你居住小小没关系。你先闭嘴。你跟我说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，真的。你车上连车厢都没有，你说我 A 二的车？而且我们直行车呢？对，我在等红灯啊。我没有从后面超你车。啊，我们也在等红灯啊。我们有超线吗？我也没有超线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是轮胎。那我喜欢哪嘛？啊，我喜欢。不是。啊，我修台嘛。是侧面壳的问题。啊、我修台嘛。不。好看。笨，原来你上面没人啊？对。不，没有，因为这个，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。对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猜多少就这里而已。就边边那边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你把它付小块，你把它付小块。一万五，一万五给你。不，就这样。不要，我赶紧俩来了。哎，小心车，小心车。等下小心车。没关系，我被车撞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你把我玩好吗？对，他帮你的。对，这机械驾驶。他要提高。他说有拿到，行车记录器有看到。啊，你有提刀啊不？啊？你查你有刀啊不？哪有刀啊？我拄仔拾着落刀啊，你敢无你无刀啊？我买带小孩子呢，我拄只提是一亿呢。哦，亚平你知影无？来，你亚平提出来。不要紧，你稍等一下。来。不要紧，你稍等一下。来，不要紧。好啦，我提予你啊，都提予你啊，提我啊，有啦，我提啦。啊，我今晚要找咩？哎，我的房啊，自己啦。好啦。不要吧。你提伊啊。那就好了。有就有。五四三。迄个都我的啦。如果我讲真条，我真正做住啦。你讲，坐往里面坐吧。手我会使向龙的。你会使向龙的。手我会使向龙。